你好，我是丽君，我是台湾人，在台湾出生长大。在台湾，我们说中文，写繁体字。如果你是初学者，课堂中我们会练习发音以及文法。如果你已经是中高级，会提升你的阅读以及口说能力。你想开始学中文，还是你正在学中文呢？中文教科书可以让你更有系统的学中文。如果你喜欢，我们也可以从菜单、歌词、文化，或是其他你有兴趣的主题开始。你会说中文，但是不会读汉字，不会写汉字吗？没问题，我可以教你读汉字、写汉字。你想提升中文口语能力吗？课堂上我们会用中文来对话，这样能帮助你更快速的提升口语能力。很希望可以在课堂上见到你。课堂上见。